民众啊，已经党员代表大会有决定，台中、新北市甲台北市三个新都未来的候选人是由主席去做定调的工作。不过我相信主席啊，非常的民主，嘛都爱了解民意所在，也无可能一个人来决定。我相信蔡主席最近会接受我来咱的中部来听大家的声音，啊，我了解嘛是永安，啊，今仔日这个场合，咱知影真少年，真优秀，你过去牛逼，你是耶鲁大学的博士。这个时阵，伊也担任了政府无同单位的职务，所以对政府有相当的了解，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少年，咱的新的领导。今仔日用今仔日这个场合，要展示咱台中县、台中市乡亲同志对伊的支持。看到安尼这么热情，好了，我替你欢喜。不过我相信你也知影，你三月份正式登记以前，你就爱搁较拍拼，因为可能无得看搁有几个人表示意愿。民进党就是一个民主甲进步的政党，每一个人要参选，基本权利，但是是毋是要选，啊，就一定会当选。这嘛无一定，因为一个党干呐产生一个主席。2008年要选总统的时阵，我嘛有想要选呢。啊，尾啊，我就讲，无爱，留恁去选好。因为我感觉选袂过，也是要有其他较有意义的代志的时阵，我就无一定爱选啦。民主就是制度，民主嘛是一种风度嘛。啊，今仔日咱的领导人，一个美国上出名的大学——耶鲁大学的国际政治博士，这是足无简单的一项代志。这么好的外语、世界观，在这前八年中间，伊担任的职务非常的多，我一时嘛念袂出来。总是呢，确实是优秀的人才。本来去年就要选台中市长啦。结果汹涌摸到一个改变以后，稍微休困一下。五粮三岛啦。咱现在这个五岛到底是怎样来行？以后对台湾的发展是好还是坏？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啦。台湾这样子小，实在讲无什么道理哈。讲安尼汹涌来甲你宣布，本来去年12月7号。就要选所有的县市长要落去选，你只好讲无一年以上袂使临时共改变制度，迄个汹涌共宣布，不但台北市、高雄市、燕霞市，佮咧宣布台北县改为新北市、台中县市、台南县市，拢要甲咧合并，全咧拢免选举。本身这个决定是违宪的，但是都已经违宪在先啊。对嘛，一国两制就叫形成啊！去年12月7号，17县市就选出，咱好佳哉民进党赢回基本票45%的人支持咱民进党，予大家咧对蔡英文主席的领导增加信心。下来，佮三个立委的补选，大家又完成民进党公道。所以三色拢调，大家更加有信心。下面就是2月2日，下期了228事件的情节案发生，上大的代志就是2月27案发生的。拄拄好，咱那个4位立委的补选，2月27，我相信大家有民主素养的台湾人，原来伫4席立委的补选内底，会可予民进党。在国会增加新的血脉，所以咱依照对不？下面谢伟，民进党完了要全部当选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当然是你的。
市、高雄县市已经长期咱民进党执政，只要大家超好势的时阵，我认为送出来选拢不要紧。我嘛建议讲，上好车来车去，就是一个做正，两个做副的啦。安尼，若铁三角拍出来的时阵呐，大家够用，啊个团结，啊个一团和气，对不？啊，我相信咱台中县市啊，咱即摆嘉良，伊学习上好，经验嘛足好。啊，我嘛唔知影讲是毋是别人，我哪有要选，对不？我像你嘛有这个风度，嘛爱做这个准备。甲三月份登记的时阵，假设若有两位啊、三位要来选的时阵，我会硬蛮支持民进党的人，咱共同来应付。要选这个个个拢是人才，协调好，一个来选正，两个来选负的。